中秋節的活動喎，彷彿令我想起豆沙的鍋餅啊，是個高力的。嗰陣時好中意去上海坊的鋪頭嗰邊食，尤其嗰碗陽春麵，甚至有龍井蝦仁炒飯啊，應該是河南啊，青島藍莓啤酒啊，啊，好似牌子唔係咁啊，會唔會係婆婆啊？即刻轉個彎。咦，套電影好為人之所熟悉，下一站天后啊，諗起娘娘啊，收觀音兵啊，姐夫啊，勁過碌蔗啊，旺角的波鞋街去買了一對跑類啊，應該啊是體育堂用的。門庭若市，但接近北角新光戲院，據聞會轉，不肯定是不是了。後來我去到銅鑼灣，在百德新街的附近，原來不是此地的。是還隔著整幾個站，在上環去那間文武廟，文雀，那出好像是古惑仔的電影來的，那龍最出名友情歲月神偷啊，好鞋那場深入民心無愧的加保住黎文殊菩薩道光，自身難保啊，是啊，好似咯，疑患不忍的花明青和尚老是入世明心，老筍都未生埋，成咁雌性啊，係嗰條唔知咩喎，恆河嘅沙針啊，咁就幾乎水壺喺度轉，傳咗幾耐就轉信，炮子頭林沖曾經五大武器入錯八虎鐵堂，慘遭打了多下，接著就定水快，朝光難應，何悲嘆啊！何悲嘆啊！會唔會地獄呢？又唔多次係啊！我帶嗰串佛珠，渣拿就話起顯得好似個吊住頸圈，手鴨羊啊！以為會計時啊，變相想起日式恐怖困住間房的真人show，真人秀恐怕爆炸的風險威力就大了。
擴張啊，好似劉德華嗰套拆彈專家喺大亞灣嘅核電站定福島啊，亦或喺長期啊，一嘅當然後擲原子筆啊，係個炮彈啊！一記當年原子彈慘喺長期留後患，問題未解決，似阿斯阿索話又恐爆得放。情況啊，人啊，發不啊，可收拾啊！訓練那軍啊，趁使得回流鍋鍋，嗰陣毒氣潛，就要求避免大放毒面罩。好似代表呢支時間耐咗，輻射洩漏就變作風吹草動啊！就諗去聯想到陳浩德啦，同方依琪唱嘅《我原似花嬌美》。莫提洛克，我原是花嬌美，月明月皎洁上弦，寒芳草青青，那堪娇花快谢，明月半上弦。我原是花嬌美，奈何落花总凄酸，那清风吹吹。青青草草翠绿，来到春日暖。落花暖，落花令人魂欲断。桃李尽春啊，竟谁艳？是苦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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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唔系，系过朵凄酸，李代桃僵啊，争春季节添，就谂起嗰座东墙。有个神话说到能够打破嗰洞，冚破到背后众多啊嘅隐藏秘密啦、啊，发现人魂亦魂亦魂气，
但唔係過青花瓷器啊。是个人物嚟噶，佢亦去过拜神啦，一时偷鸡做保长，浑水摸鱼仲得了嘅，所以就好比三体个预定妹啊，嗰个仲当做大夫喎，即系医生。英嘅一公，好彩有翻工嘅，但系先声学雷啊！谂到好似喺你舞台，红豆子喺嗰度做，佢系司徒嘅关系，系印象系啊，捉影身悲，乜唔系落极啊？本是身喺南国，春去秋来也秋去，委屈忽然掉过泪，来过泪啦！有冇搞到当年唐山大兴？讲下讲到成咁唱啊！最喜欢嗰首唱佛偈。说英文唱甜软中声，比较喜欢愿借色花风，之前那关唱过咯，地震啊，记得是个印象来的，不容忽视，信不信过那桶是阿超精神啊，見到頭痕啊，甚至暈啊！神奇女俠就似多年識飛嘅阿超正傳。啊！搞錯，搞錯咗，嗰套先係魯迅嘅作品《阿超正傳》。黃腳立啊，啊唔一定嘅、啊，所著馬褂嚟嘅喎，嚟嘅專賣成親嘅店鋪，喺喜帖街亦似乎有，咦？還以為在油塘至鯉魚門廣場、啊、但在不在裡面呢，而出外靠朋友啊。關於排隊等巴士那邊啊，轉入花間啊，不關事，是車路啊，在華人永遠墳場初開說這樣的事啊，是在凌霄閣、啊、就不是在山頂、啊、而同樣在仙人拜祭，
次堆填區、垃圾場嗰個焚化爐定化寶箱啊？桶嚟嘅，好似個聚寶盤喎、啊。哇！笑介意咩？就諗起嗰陣時電視未出嘅劇集《我外母唔係人》，似乎係啊。但賣 TV Super 就有得重温啦 ，TVB 節目巡禮，猶如做緊《哈利波特》喎。咁有次寶差嗰套就係玉面玲瓏啦，有蓋明輝做，好似係假寶玉喎。都好似冇出，有五位國做，不過清楚低嗰度係溏心風暴之花啊，係關於家好月圓，講不出聲啊，有阿關谷英做定蒲公啊，羅家英就冇份咩，汪明荃初頭以為極慘啊，汪明荃講咗人哋嘅花邊新聞添，後時定要肯槍砸啊！睇嚟天氣報告啱唔係嗰套講氣候嘅關係，謝天華爬山崖竟然單手攞咗個電話聽，網民甚至我亦覺得就唔合理。其實根本很難做的喎，其實根本很難做的話咧，家燕媽媽的坐陣，嗰支魔法棒代替仙化製人咧，就大錯啊！咁又唔係，燒腦的旺地啊，好興盛。繁榮的安定居惡業喎、啊，千祈唔好作業啊！哎呀，佢過緊嚟添啦，招架不住。看清楚過去了。
之快再搬餐，多角度批斗破坛，惨绝人寰，委屈怯落枕，痛心疾首下，又炮弹气，激回两双破，想吻出路旁，天理难，太惊慌。到始终是在观塘开源道，哇，其实就不是谐音，感觉产生误会添。咁翠屏村呢，抑或在康乐道啊，孔雀龙认得唱片的图案啊，啊，仲谂起。开了五凤楼喎，不有出剧目是配东南飞嘅，嘿，甚至灯蓬来啊，唔系文。那边应该是在杜拜啊，山鸡险配呢不关乎咁嘅，类似座大楼喎，有好多个窗啊，喺落接近漫画嘅设计图，嗰最飞雷中式杂技。铁灵形的怪啊，亦会从一而终，接向多方面噶，唉，难应付咯。
講啲好突出，上中下橫斜啊，左斜右前前後後條褲穿山窿夾翼，月餅丁位置湊巧配合後，唉，追成離汗離離啦，離涉啦，雲英未嫁，緊係所以簡直飛撲埋去執，翻身彩佢都傻啊！冇多餘去味咁滯，但未係有個按鈕，咦？嗰段關係實心啊，虛嘅，哦，認清個材質。制的柔軟度和堅硬無比，情因恨荡，负责极深沉，望远方有敌兵，归且掩面作闲。我一心马为破恨，却岂听他甚爱恨。好比光荣又有自动开替洗车入为患那开远截流痕丑于法力啊是主力的类型，我使用的武器展开功德圆满，三德啊，应自善为心，但那样五柳仙班真是点算账，是在间素食馆闻名不如见面，服務優質的一流，就不是感到座有漏了朵啊，杯菜裡面還以為吃得啊，有粒八角，硬崩崩啊，怕咬痛啊，卻難於食。原來調味配襯啩，係喺南蓮苑前速遞堂去過嗰度玩啊，係參觀，但冇咩點入裡面，係出面行啊。賞靚花，唔覺得混埋一潭屎水，配搭好啊？怎會呢？定一柱擎天朝野，簡直天上嘅有掛。哎呀，又多謝啊！
戰到一半都想氣餒咯，千祈唔好攻其無備。迎戰時刻，這那虛幻倉啊，夫長啊，係啊，維持到最後啊，
系旁啊，啱唔啱？大嘅巨蟹座喎、啊，星光伴娘，哇！即刻身足而行啊！可想而知系咁难对应啊，行到边跟出过，唉，好彩有栋墙隔住，定系条柱，仲想到喺。是在棒棒糖啊，波板啊，還是啊珍寶珠，有很多種類別，很多種類，可樂味，檸檬辣，吃了就覺得爽約，記得還有黑加侖子，不過就這麼不喜歡，但果彤就挺喜歡吃，簡直推陳出新啊！直情添啦，諗到嗰位女主角喎，做天之驕子，係個萬麗君嘅角色，深入民心經典故事，嗰套係戲曲音樂劇啊，陣容好強大，有秋官坐鎮。號召力勁啊！中間未至於靠右近啲咁多，不過唔會衝埋到梯前啊！而有認知嘅能力啊，就碰到回彈翻固定嘅成隻蝦毛啊！會否施展咆哮擊啊？似彩螃蟹，但系一句大型令人难战，成为上下景武新路，牵我怎能略过下？乱尽了傲气，攻击范围仍采散炮翻。取经取过梯师，希望就快打完。哎呀，今次打咩呢？有驚弓之鳥，靠阿叉就怕刀後噴太啊！哦，係呢嘅咁嘢。